清洁快乐。变成腰，腰坏了不会烂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那么好，对哦，这很嫩哎、欸。我不用大家，如果不怕人家看我老了，我不怕了。看到用到那么多，总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以前是每个月都会长一些痘痘，然后粉刺会比较多，然后两个多月就是比较累的时候，这边才长了一小颗，所以它就是让我肌肤状况真的非常非常的稳定，脸整个又拉提起来，有办法一直持续烹饪的感觉，又很保水，就是肌肤很容易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况。我就是用这个超过两个月以上哦，每一天都在用哦。虽然它喷出来那种颗粒感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它真的有超高浓度的形态，它就没有办法，粒子是非常非常细的，但是它真的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，让我无法停下来。就它会比较大，然后其实你就把它用手这样轻轻弄开。总之我就是很习惯这个东西，到哪都不离身，很棒，很赞。玫瑰，我们回来了，玫瑰，小可爱。阿婆，你坐在那边，阳光照着你，很漂亮哎、欸。我要给你喷这个看看，这个叫做微整喷雾，喷了脸会这样子提起来一点点。来试试看你。他要等一下。我说没有洗脸了，我们要有时间保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错，那你可以没事来喷一喷嘛。眼睛变小了，以前我年轻的眼睛也很大。那你把它这样撑起来，眼睛就大了。它不会显得老了。它是法国专利抗老成分、哦，没有香料，没有色素，没有酒精，哦、皮肤可以有胶原蛋白、嗯。好像有一点，好像比较有光泽，有吗？嗯。一点点啦、啊，一点点，嗯，没有很明显，有啦，有作用。好，你用一阵子，我们来看。一般跟我年纪一样大，大家说我的皮肤很好。嗯啊，他们都对啊，你的皮肤算是很漂亮的。是的，他们都说我怎么保养？我说我没有保养，我不知道我可以保养，怎么保养？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，我看看，看看。好，这样子，呀，还要做价钱，弄108这样。哦，那你还是会保养啊？108这样，都很重很重。这样，就是耳朵正后方这个点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压压，比较快睡着了。自己在扭扭它，扭重一点，还有拔，这样子很快睡着了。好，天天是这样保养。我阿婆教大家保养。这个头哈，弄108下。孙子也可以，一般会长头发，不会一直掉头发。我现在以前这个掉，现在一直长。母亲节快乐！谢谢谢谢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子。不要咬它，不要咬它、啊、不要咬它。不要不要，你直接喷就好。好、哦、好、哦哦。记得明天早晚喷，可以代替化妆水。爱我漂亮。对啊，可能你要多用几天会比较明显。哦。我终于记得把测量衣服的检测仪拿出来啊，来量一下。嗯，水分24，油分50，弹性48，负037，妈呀！怎么可能37？可恶！好了，差不多干了，再量一次。好，看一下，哦，差超多的，水分变49，油分32。果真可以调理油水平衡，弹性变56，肤龄变27，直接减10岁，夸张，很需要它。我帮你量，这可以测那个年龄哦。怎么这么厉害？它测你肌肤年龄29哎、欸。水分49，油分32，弹性58，年龄29岁。哈，这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很厉害呢，再一次。水分49，油分32，弹性57，负028。我没有量你用之前是有点可惜啊，不觉得好像比上次看起来皮肤更好的感觉吗？很好看啊！
他那个也有帮助消水肿啊。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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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四下。然后再拍拍拍。小嘴，我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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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洗脸洗好又弄，一天弄两次。这个下面，下面比较小。我喜欢在下面比较小。所以你觉得用了脸有比较小？有。有。目前来讲没有很多斑啊。对啊，还好。我跟你说这个厉害在哪里？帮助抗皱，让你皱纹少一点。它有拉提，还有保湿，它也可以让你保持 Q 弹。用这个你不觉得很方便吗？很方便，对呀、啊。很方便。老婆你几岁？84岁。84岁，你看84岁还可以有显示28岁的那个肤龄呢。跟我按摩的人他说我这个很 Q 弹。哦。他说50几岁的人还没有那么 Q 弹。所以本来就保持得很好，用这个很好。好不好？那供弄这个供好变成妖怪了，不会了，那么好，不是很好吗？那么好，不是很好吗？女生都想当妖怪就可以一直年轻啊。结果按摩的人他说我的皮肤哦，非常，我不用拉起来，有这很嫩哎、欸。我不用拉起来，不要。我不怕人家看，没有那奶头，你有吗？好啦，没关系啦，我老了，我不怕了。我怕什么？人家还有给当那个电视上还给人家看啊，怕什么？哦，好，跟你讲，你喷了30秒就可以紧紧的。这个紧紧。对，你100岁的时候继续紧紧。我一百岁变妖怪了。没关系。你们那么最美的妖怪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会吃会玩，健康就漂亮。你知道什么是生态吗？我不知道。分子很小，然后由氨基酸结合成蛋白质的东西，肌肤主要生成的角色，它是可以直接吸收的。生态的吸收不会增加的身体的负担。生态有分二生态、三生态、4、5、6、7、9，没有八。这里面有三跟四。三生态呢，它是生长因子，可以阻止神经传导，改善动态纹，修复创伤，消除肌肤炎症。这里面还有四生态，四生态是促进循环、消除水肿的功能。总之，它就是抗氧化。不会老。就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保持年轻啊，反正好用就好了，又简单又方便，只要喷这个。那阿婆有福气啦，我福很大。你不要再掀胸部了。我脸大福大，面抬好过分，洗不抬要臭手端，要抬起的稳。脸大福气大，漂亮的椅子坐得稳，脚大站得稳。但是你现在脸小一点了。我也福大啊，你看那么多人爱我，我80多岁。没有阿妈像我年纪大气游泳的。对啊，你看84岁，我还可以游，你可以游到1000公尺吗？我可以啊，我现在是游600了，一天来讲要比时间比较久啊，游比较慢啊。84仰视，我说84过去，他说仰视。84岁还可以游成这样？我说天天健康，会吃会玩就好，我就很高兴。可以当妖怪啊，当妖怪。我妖怪就可以游很远。是我感恩观音菩萨，我天天写心经。好，我跟你讲，阿婆又要秀心经给我看。阿婆你好好用那个，我之后再拿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来看阿婆写字，写得很漂亮。天天是好日，清淡的生活是很好，是福气，要知足。国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各位知道了吗？阿婆用了不少，很认真用。来试你的好了，水分27，油分44，46弹性，肤龄34，比我刚洗完肤龄还年轻。他皮肤就比我好，没办法。但是水分很少，油分很多。先喷这边好了，等他干一下。他来量一次。再看一下。你看瞬间变26岁，夸张欸，水分变43，油分减少变31，弹性变56，这是新的，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样我阿婆也太厉害了，太强了，只能说这真的很正点，真的有需要它，大腿。